杨戬为杀我和啸天护使而来，迟早会现身。可是他们，雕虫小技。 快去找太白，我们马上撤退！快，老杨，你把哮天放进去！哎，快，马上开始了！老杨，放水中间，中间灵力计中，半个时辰就行了。要开始了！不对呀，这怎么没反应啊？ 世子，什么情况啊？对，我怎么感觉少了点什么？哎，我想起来了，当年是小凤仙滴血帮我开起的圣灵拳。这么早说？这样，我来滴血。等等，喂，你们住手！哎，你不是哑巴吗？说不了话吗？我只是不爱讲话，谁说我是哑巴了？啊？ 你来干什么？你们这样做会破坏泉水的。这一定要用手拳捅你止血才可以的。手拳捅你？止血？这哪找去？对呀，我啊，我是手拳捅你啊。啊！爹妈知道你们要带哮天犬过来，特地叫我来帮你们的。好，开始了。 啸天，你受苦了！停住啊，啸天！洗完髓，咱们就能一起回天庭了。停住啊，兄弟！ 怎么样？